你去过呢一间公司未啊？呢间公司系香港最古老嘅公司，亦都系现时唯一香港嘅地下公司。佢位于呢个威灵顿街嘅公司，佢已经有110年嘅历史啦，老过你同埋我噶啦。佢已经被评定为2级历史建筑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点去呢一间香港唯一？亦都系最古老嘅地下嘅公厕，咁就喺呢个上环站嘅 E 出口，我直向呢个中原大厦行过去，咁直行过埋马路，就啱啱喺呢个路口咧，见到呢一间香港唯一最古老嘅地下公厕啦。咁对面呢个就系 E2 出口啦。咁我哋过条马路，经过呢个广场，上楼梯，一上对面马路就已经系嗰个公厕嘅位置噶啦，系十分之方便嘅。前面个三叉路口，箭嘴所指嘅就系啦。咁我哋过呢条斑马线过去啦。咁我觉得呢个公厕咧，其实咧入边咧都好干净噶，同埋好奇怪咧，都冇咩人喎入到去咧，得我一个人喺入边嘅啫。吓，同埋呢个公厕咧有特别，就系得男厕嘅啫，点解冇女厕嘅咧？大家去探讨下呢个问题啦，或者喺呢个留言区留言俾我，点解冇女厕嘅咧？系咪当时嘅社会系重男轻女？系咪啲男人先出嚟嘅咧？啲女人留喺屋企咧？